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去看一下。过来。我的车。打开它。我。Alice。我。哇 ！That's my baby。想死他了！不是，你从哪儿弄的？你妈那儿啊。你太厉害了，你还改装了？对啊，我拜托郑哥弄的。这样你就可以快乐的骑车，做你想做的事儿了。谢谢你。开不开心？嗯。幸不幸福？嗯。那你亲我一口。环球青年摩托车锦标赛苏江站的比赛现场，各位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北。那本次比赛呢，最有竞争力的两组选手分别来自两个老牌车队，分别是太阳神的卫冕冠军罗森，以及和平鸟的实力选手侯振飞。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直播吗？我不想错过你的比赛，想跟大家一起见证你的胜利，加油啊！你一定行的，加油！加油！顾嘉欣的摩托车比赛，也想向大家分享我在与 Love Note 共同成长的这三个月中，我真的收获了真爱。哦、oh, wow. ！
山进入到下一个弯点。好，我们可以看到46号选手顾嘉欣真的是非常的紧张，他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节点来进行超车。好，抓住弯角超车，46号选手顾嘉欣干得漂亮。目前排位72号选手侯振威排名第三，46号选手顾嘉欣排在第二，第一名是85号选手罗森，依旧保持领先。好的，那现在呢，所剩的圈数已经不多了。那在靠近终点之前，这样的一个排名是否会发生一个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比赛进行得非常激烈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72号选手侯振威想要超越46号顾嘉欣，重新拿回比赛第二位。72号选手侯振威超过46号选手顾嘉欣，双方目前都咬得很紧。好，马上要进入到一个凶险的7号弯道，这是一个高速弯啊，一年以来7号弯的这个事故是要比其他弯道高出很多的。85号选手罗森顺利驶过7号弯道，依然领先。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侯振威和顾嘉欣选手也奋力紧追。72号侯振威发生了侧翻。康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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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欣，3个月以后，你要亲自到赛车场看我比赛，我会用冠军奖杯庆祝你的康复。赛车到最后，要战胜的不是任何人，只有自己。你喜欢赛车，你就去吧。人生难得有自己喜欢的爱好，妈妈一定会支持你的。不要想意外，也不要想结果。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拿这个冠军，为了你的梦想，我们都支持你。我相信你。
票。Thank you。江韵呢？兄弟，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刚才我接到了麦迪车队老板的电话。麦迪？麦迪，就我和康真最喜欢那个车队。对。走，江韵呢？还在呢。来来来来，大家举个杯啊！今天要恭喜我们嘉欣拿到好成绩，取得冠军。来来来来，来恭喜恭喜，干杯！干杯！谢头，谢林子，谢大家，没有你们就没这个冠军。其实你最想感谢的人大概不是我们吧？啊！江月给我太多了，不止赛车，还有生活。宠妻狂魔啊，又开始了，又开始了！哎呀，早知道我把我女朋友也带来了。是啊，哎，今天就是该散了吧？狗粮啃得我直硌牙。你们习惯就好了，以后这种狗粮还很多。哦，我说今天应该是我们车队成员聚得最齐的一次吧？除了康哲那小子，这么久没见了，怪想他的。要是他在就好了。今年嘉欣应麦迪车队的邀请参加全球巡回赛，如果康哲那小子能请的话，他一定不会错过这场好戏。是啊，嘉欣，你多去康哲耳边吹吹风，刺激刺激他，这当睡美人多没意思啊，让他醒来和你一起赛车呀。麦迪车队，这事儿你没跟江月说呀？比完赛，他们车队经理让我进他们车队，参加明年巡回赛。江月，你不知道，麦迪车队可是世界顶级车队，他的车队成员和赛季啊，那都是世界顶尖。嘉欣算是正式走上摩托车手的职业道路了。对，本来打算回去跟你说的。这么好的事儿，怎么才跟我说啊？我当然支持你了。来来来，庆祝嘉欣签约麦迪车队。好，来，干杯干杯，来来来，干杯，谢谢，加油。你们车队的人关系都好好啊。是啊，今天这顿饭以后，你就是我们队的。替我谢谢他们啊！你走之前，我找时间请他们吃个饭。哎，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刚刚吃饭，怕伤我面子，所以没说出来。怎么会呢？我当然要支持你了。可是我要去国外，走半年，半年，半年都见不到面，你没关系的吗？半年很快，我努力工作，你好好训练。半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嗯，你就不会想我的吗？当然会了。我们可以每天视频，如果有空，我也可以飞过去看你。我去洗漱了，你找个花瓶把那个花插起来。好。真乖，去吧。
爸了。他是要给我惊喜。求婚！哎，哎，杜姐，能不能帮我忙？怎么了，月月？我爱你。你怎么了？不早了，你休息了啊。这才几点？不不，我给你外卖。我们刚吃完，你忘了？对对，刚吃完。不行了，你现在盖上被子走。盖被子？怎么了？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哥们说到做到，我把冠军给你拿回来了。啊，快掂掂奖杯的重量，啊，摸摸。对，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我说完你可别从床上给我蹦起来啊！麦迪车队联系我，让我加入他们车队，明年参加巡回赛。兄弟，醒醒吧，别睡了。你再睡，兄弟最风光的日子就要被你错过了。啊，对，我还要办一件大事，祝好运。江月，马达他们组了一个局，说要帮我庆祝夺冠，今晚就不一起吃饭了。好，去放松吧。进。大嫂，我想辞职去深圳，我之前跟你提过的。发一个离职邮件给我，我这边就批准了，然后你跟人事那边对接离职的日期就好了。好。哦，对了，同事们说想给我办一个小小的欢送仪式，你也去吧。好啊，什么时候？就现在。现在？嗯。他们都没下班吗？他们都已经布置好了，就等你了。哦，你们在哪办啊？会议室啊？在天台。子豪说了，天台有夜景，可以一起欣赏美美的夜景哦。好，走吧，走吧。上来啊！啊，我突然想到我手机落工位上，我去取一下。那我等你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去就来。你先上去吧。哦，好吧。
张悦，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可以为了他宁愿放弃全世界都要陪在他身边，好好的守护他。你的一切我想用一辈子来守护，为了兄弟和梦想我赢得了比赛，但此时此刻我想为我自己赢得你。江月，嫁给我好不好？小心啊，我不愿意。你说什么？你说你不愿意？为什么？可是你都已经……我怎么了？哎，别拍了，别拍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结婚是我能想到给你最好的交代，你别瞒着我了。我知道你怀孕了，你是不是还没想好要怎么告诉我？我没怀孕啊。不可能，燕云帮我都看到了。那不是我的，那是晶晶的。怀孕了？嗯。那要告诉邓浩吗？不行，先缓一缓，我觉得还没有到时机。那我先帮你藏起来。好。是晶晶姐的。江月，虽然是个乌龙，但是我这次求婚是真心的。我本来也是打算在去国外之前跟你求婚的，可是你为什么不答应我？我觉得我们俩才刚在一起，我觉得太快了。你先别拒绝我，我们慢慢来好不好？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好。我就这么被赵湘云拒绝了。拒绝你的求婚，发消息不回，打电话也不接，是什么意思？胡说八道。哎，多谢。喂，嘉欣，昨天晚上你跟小姨妈到底什么？就你们看到那样呗，被无情的拒绝了，灰溜溜的回家了。为什么呀？我想
想了一晚上，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小姨妈可能是有点别的打算。怎么说？许宁远来公司了，没有带秘书。我觉得不像是来谈公事的，但具体什么状况我也不知道。许宁远？我感觉小姨妈拒绝你是因为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许宁远的影子。不行，我得去看看。就这样。哦，哎呦，我今天是来跟你告别的。你要回去了？嗯，做完交接就走。一路平安。谢谢。公司还是会继续和 Love North 做合作的，这点你不用担心。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需要我做的，尽管提，我一定全力以赴。谢谢你。这次走，我应该就不会回来了。什么时候飞机啊？走之前一起吃个饭吧。你请我吃饭啊？你不怕顾佳欣说你啊？吃饭就算了，走之前正式拥抱道别一下。好。哎，干嘛？啊，你怎么来了？没事，我保护你。许宁远，你趁我不在找江月干嘛？找江月当然要趁你不在了，趁你在还能行吗？行了，我马上要出国了，江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过来跟他告个别。行，告完别了吧，回吧。祝你一路平安。谢谢。哎，我怎么听说有个人煞费苦心准备了一晚上的求婚，结果被拒绝了？可笑。加油，我走了。嗯，一路平安。嗯。你怎么突然来了？哎，草率了，草率了。我就是想问你，拒绝我是不是因为许宁远？顾佳欣，你是傻子吧？从我答应你做你女朋友那天起，许宁远就不在了。我知道，我不是被你拒了没安全感吗？那你为什么拒绝我？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我都没想出来。不想跟我结婚？不是不想跟你结婚，嗯，我是不想结婚。嗯，为什么？我现在还没完全适应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呢。我们会住在一起，会有小孩，会有矛盾，我还是适应不了。哎，嘛呢？散了散了。哎呀，行吧行吧行，那个快回去吧啊！哎，有什么事儿等我晚上回去再说啊。哎呀，快点儿！我想你。可我知道，晚上回去说。拜拜。哎呦！我不靠你。只有。扣工资。给你们惯的。嘉欣求婚的事儿，你还好吗？大叔，你该不会是在担心我吧？没有啊。哦。就随便问问。没事儿，我早就释怀了。我李嫣然年纪轻轻，长得那么漂亮，何必在她一棵树上吊死呢？人嘛，还是要为自己而活的。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我还怕你等我走了之后哭鼻子呢。你已经决定好什么时候走了吗？票还没定，大概就这两天吧。怎么走的那么着急呢？我还有好多好吃的地方想带你一起去呢。那就不要去了，等你来找我的时候我请你。好吧，
那你什么时候去机场？你告诉我一声，我送你。好。打人的毛病得改啊。郑多喜，说该怎么办呢？你说你跟小姨妈谈个恋爱，怎么性别都对调了呢？他就像个不解风情的直男，你像个患得患失的小女孩。我跟齐恒每天相隔十万八千里，也没像你这么矫情的。你不明白，你试想一下啊，你精心为齐恒策划一场婚礼，他二话不说就给你拒绝了，你绝对不会比我现在更淡定。好了好了，你不要那么激动嘛，我知道你挺难过的。主要是我马上就要去国外训练了，我去之前赵振岳要不答应我，我训练我都不踏实。不行，时间紧，任务重，这婚必须得结。哎，不然我们找晶晶姐，看她有什么办法。靠谱。哎，姐。哎。啊，Hello，晶晶姐。晶晶姐。顾嘉欣他求婚被拒绝了，这件事情多多少少也跟你有关，你能不能帮帮他？姐，你救救孩子呗。你那恋爱教程有没有男版的？那你快跟我说说，为什么被拒了呀？小姨妈说她只想享受恋爱的快乐。她真是这么说的？那看来傻姑娘总算是长大了。她还说她不是不想跟我结婚，她是不想结婚。你不结婚，你不能谈一辈子恋爱吧？赵正月这也太渣男了。看来你们谈恋爱，恨嫁的不是江月，而是你啊！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你也别太着急。恐婚的人大部分在恐惧什么？很多时候是害怕亲密关系会让人失去自我的边界。你需要把自己的生活和另一个人融合在一起。姐，我具体该怎么做？不然，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同居试婚。两个人在同一屋檐下时间久了，也许江月就会慢慢适应你们婚后的生活状态。好主意。不是，这个我说了不算，你们帮忙说说吧。放心吧，没问题。总之啊，别太急于求成。你也知道的，江月的性格就是比较慢热。我顾嘉欣后半辈子幸福有着落了。谢了，姐。别客气啊，你继续加油啊。拜拜，景怡姐。行，我回去准备啊。帮忙说说啊。嗯。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无家可归了，你得收留我。进来吧。什么情况啊？啊？那个，别提了。房东收房结婚了，说不给我续租了。跟我说，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儿。那进屋收拾收拾吧。好。你收拾啊。好。收礼。你醒了，睡得怎么样？还可以，挺好的。饿了吧？嗯。走，陪凤子吃。是你做的啊？还有造型儿。
你安心上班，家里的一切交给我。你不去训练了吗？你不答应我，我哪有心思去训练啊？我休假，专心陪你。那好吧，等我回来吧。抓住一个女人的心，不如先抓住一个女人的胃。面对恐婚的伴侣，如果你主动提出为他做饭，那他一定会觉得你是冲着结婚来的，从而进入警戒状态。但是呢，在他脆弱或者忙碌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时机，使出浑身的解数，为他做一顿美味的海鲜蒸，攻破心理防线，然后呢再说一些真心话，这样就会事半功倍。江月，今晚加班吗？是啊，我在加班呢，你先吃，不用等我。太棒了，天助我也。那我先去赛车场训练了，今天晚点回来。浪漫的吗？哎，花掉了！哎，来，掉。所以嘉欣是和赵总已经开始同居了吗？这也太有心了吧！知道我们 F 子今天就来，把饭都准备好了，够丰盛的吧？哎，我们要不走吧？怪尴尬的，不太好。别！哎，欢迎，来坐，合适吗？啊，不打扰了，来，来坐。你不是去训练了吗？啊。我提前回来了，休息啊！你们坐啊！自己来吧啊！哎，没想到嘉欣真的会做饭呢！啊，会一点。那个，反正就有点尴尬，是吧？有那么点儿，赵总真的太幸福了。哎，饿了吧？饿，加两份。给备点白的啊！啊，有白的。太白了！来，马上啊！OK。嘉欣做饭能吃，看着好吃。哎，这个好看，你看这个，蛮可爱的。男孩女孩都能穿的，就这套吧，也很实用。我觉得呀。我们应该给金姐的宝宝买一辆小机车，特别帅。还不知道他怀的男孩女孩呢，那女孩肯定不喜欢。女孩也能骑，不然这样，我们都备着，让孩子自己选。我看是你想逛玩具店吧，爸爸。嗯，
是……哎，小兄弟，你就不能碰瓷儿啊？我哪有你这么大孩子？嗯？这爸爸去哪儿了？小朋友，你是找不到爸爸了吗？嗯，小亮姐姐，我爸爸不见了。哎呀，男女授受不亲啊！你这是我女朋友。哎，没小孩醋你都吃。我们一起去找爸爸好不好？亮亮姐姐，嗯，这个叔叔欺负我。没有。这样，哥哥给你买玩具好不好？叔叔，我想要小汽车。叫哥哥给你买。嗯，走。走吧。真乖。走。我想要这神的木马。小朋友才玩神的木马，麻烦你了。哎，你是不是小朋友？哎呀，旋转木马，哎呀，哎呦，谁上来了？哎。哎，你看这孩子一见玩具就像见到父母一样。是。呵。叔叔，我想这辆黑色的。这辆拉法更帅。我喜欢黑色嘛。这款黄色更好看。你看，你哥哥我是赛车手，你得听我的。我就要黑色的。你这什么品味？你才什么品味呢？呵。哎，你们都别争了，哎，这书特别好。这里面各种车的这个款式还有用途，买这个吧。叔叔，我真要这辆黄色车也不错。哎呀，你这行，刚才都许诺给仔仔买了是不是？现在爽约那绝对不是男人的举动，拿下。哎呀，玩小汽车要结合知识才行，这种书籍是对孩子很有帮助的。你看这里面写的多详细啊。行，都买。好不好？都买。好。嗯。哥哥，我饿了。你这小家伙，饿了知道叫哥哥了。走，吃饭去。喂。你小家伙你，把这孩子怎么这么高兴啊你？我看他这不像走丢的，自己出来骗吃骗喝的是不是？嗯，一共45块，谢谢。谢谢阿姨。我这个，看你们俩这么年轻，孩子就这么大了。啊，对，嗯，我老婆漂亮吗阿姨？真漂亮，一看就是个好女孩。我儿子要能像你这么争气啊。是睡不着也能笑醒喽，阿姨，这都是缘分，遇到了就再也不想分开了，你说是吧，老婆？是，嗯。你叫我老公。你说的对，老公。喂，你好。喂。啊。啊，对对对对对，孩子在我们这儿呢。你爸爸妈妈？您放心，您放心，没问题。您给我发个地址吧，好不好？怎么了？孩子父母找到了。那快走吧。走。带你去见你爸爸妈妈，好不好？马上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找到了，是我的孩子吗？真的找到了。哎。哎，仔仔。仔仔。哎，你去哪儿了？真的太感谢你们了，我们两个就一个不注意就找不到他了。没关系，孩子平安就好。麻烦你们了，没事。妈妈，这个姐姐是那个叔叔的老婆，我以后也要找像姐姐这么漂亮的老婆。看你们这么年轻，是已经结婚了吗？我们快了，是吧，亲爱的？哎呀，小小脸，我还早。
那我们就先走了，谢谢你们，走吧，拜拜，庚哥，拜拜，拜拜，拜拜。哎，对了，给孩子买了点东西，谢谢你们，真的太麻烦你们了。那我们先走了，走吧。哎，你说，咱们俩以后的小宝宝会不会像仔仔一样可爱？哎，不对，我还是喜欢小女，因为就能像你一样，又漂亮又乖。我们都还没结婚呢，就想宝宝，你是不是想太远？不远，咱俩结婚还不迟早是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哎，你该不会是想耍流氓吧？谁耍流氓啊？是真的。你有没有想过咱俩的未来？想过啊，但我没有想太多，在我的人生计划表里还没有计划到这段呢。我不确定我自己能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怎么会这么想？你当然会是一个好妻子好妈妈，但没有人跟我说过幸福的婚姻究竟是什么样的。在我没有准备好之前，我不想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这求婚真的无望了，赵湘玉好像有100条不想结婚的理由在等着我，我该怎么办啊？嘉欣，你先别气馁啊，以我对江月的了解，他对你的感情一定是认真的，不然他不会答应和你在一起的。至于结婚嘛，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做好准备。我的建议啊，与其你这么来来回回的折腾让他答应你的求婚，你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才能让他明白你的爱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持续长久的。哎，站着，江月，你怎么来了？我刚好在这附近做产检，这不是嘉欣说要给我送你们给宝宝买的礼物吗？你买了这么多，二胎都够用了。这不第一次做干妈吗？当然得好好表现表现了。哎，不过我今天晚上答应我爸妈带嘉欣回家吃饭，晚上就不能陪你吃饭了。没事儿，一会儿张浩过来接我。张浩现在呢，每天都盯着我吃饭，说什么少油少盐，要健康饮食。外面的饭菜早就不让我吃了。晚上去你家吃饭？是啊。不是，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都没准备。我这穿的也太随意了，我礼物也没买。没事儿，已经很好了，就吃个便饭而已啊。不行不行，君姐，你快救救我，跟岳父岳母吃饭要注意什么？哎，摊上赵江月这个大侄女啊，也是委屈你了。行吧，今天姐就来给你支两招，听好了。哦，来了。妈啊，你们回来了，快进来。爸，小顾来了，快进来。岳父，伯父好。你好，阿姨啊，我给您和叔叔带了点礼物。哎呦，小顾啊，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应该的，我饭已经做好了，你俩赶紧洗手准备吃饭。好，先吃饭先吃饭，吃完了再说。好，哎，小顾你坐。哎，老赵吃饭了。哦，吃饭。来，阿姨，我来帮你。哎呀，不用不用，你坐。没事没事，你去坐。啊。啊，坐吧。好。喝酒吗？过敏。好，
对身体好。那您抽烟吗？戒了。好。你别理他，他是怕女儿跟别人跑了，心里委屈着呢。我可没这么说啊。叔叔。哎呀，终于可以吃饭了。尝尝我妈的酸菜鱼，绝了。哎，动筷子。吃，小顾。哎，好。来，尝尝。叔叔先。阿姨吃。谢谢啊，你也吃啊。吃饱了，哎呀，好撑啊！阿姨，我帮你守。哎呀，不用不用，没事，你坐，你坐吧，你陪我爸聊天。对，好。会下棋吗？您是指？哦，象棋、围棋什么的都可以啊。五子棋算了。行。我一直想去旅行，但你爸太忙了。后来结了婚，有了你，我就一心扑在家庭上。妈妈已经五十了，再不勇敢一点就来不及了。嗯，我支持您。能做件让自己高兴的事儿，挺好。有你这句话，妈妈就放心了。妈，嗯，你觉得嘉欣怎么样啊？我看他眼神，我能感觉得到，他也是真心喜欢你的。爸妈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虽然我们没有拥有一段完美的婚姻，但这也不影响我们爱你。你爸从小对你那么严格要求，也是希望你的未来人生能比别人过得更好一点。爸爸妈妈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对了，小顾，你今年多大啊？我今年23。23？干什么工作？啊，我在公司，副业是摩托车赛车手。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收入的话，还可以。你这么年轻，你告诉我，你拿什么实力让我的女儿得到幸福啊？从我爱上江云那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迟疑过要和他相伴一生的决定。我希望你能放心的把江云交给我，我会好好保护他，照顾他，尊重他，我会给他一个永远都幸福和快乐的家。我信你一回。哦，对了，棋下的不错。不是，我爸今天跟你聊什么了？男人之间的对话，保密。
跟谁想知道似的。说什么了？大英大要永远让你幸福。嗯，你什么时候走啊？十天以后牵着下来就走。嗯，已经开始想你了。要不跟我一块走吧？那得问问你妈同不同意。我晚上早点回来吧。嗯，张一鹏，习惯吗？我们特别好，你看，我和喜欢在这里租了一个小开间，行。Hello。嗨。这里租金也不贵，而且我收到了好几家公司的面试申请，应该马上就会有工资了。哎，你们呢？晶姐的小宝宝怎么样了？宝宝特别乖呢，是个小天使，特别心疼妈妈，一点都不闹。哎，我们这么难得相聚，来，我们约喝一个。那我就以茶代酒了。没问题。来，干了啊！干杯。哦，对了。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什么呀？你刚刚怎么不说？我跟你们说，我和张浩正式复婚了。恭喜恭喜啊！本来呢，我们想办一个小仪式，但是他怕我身体吃不消，就以后再说了。我竟然嫁了两次我爱的这个男人，真幸福。你的嘉欣也不错呀。对了，嘉欣什么时候走啊？我听说他是要去国外集训，是吧？他后天走。后天？那你还有时间跟我们聚会啊？他就跟他妈妈吃饭去了。话说你真舍得让嘉欣走啊？这一走可是半年都见不到面啊。不舍得呀。那怎么办啊？那都答应他了，也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那走之前不想把他套牢了？嗯，这是结婚啊？不然呢？我看嘉欣恨嫁的都快焦虑了。不是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我怕我们俩真要结了婚就真成坟墓了。怎么会呢？好的爱情是在一万次爱意消磨殆尽之后再重新爱上对方。你要勇敢一点，不要什么事情都想得面面俱到的。不如啊，趁着男人在热情值最高的时候答应他，不然等你考虑好了，没准啊对方都没有热情了。是啊是啊，小林妈，我也同意。我觉得爱情长跑并不是很好，还不如留一些新鲜感和神秘感，等结婚之后慢慢发现。哼，行，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和张浩复婚了，真好。嗯，是吧？是。你要是愿意嫁给我的话，咱们也能结婚呀。就是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怕你委屈。我不在乎那些，我愿意嫁给你。但是我不愿意。你看，现在咱俩还在这个小房子挤着，我去。用这个，就现在。多谢啊。嗯。我喜欢你了，得有十多年了吧？我不介意再多个二十年、
30年、50年，甚至更久。郑多喜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我都会爱你、保护你、尊重你。我齐恒说到做到，你愿意嫁给我吗？老公，老公，盖章，盖章，不许反悔了，绝不反悔。我回来了。我不会。这个，没有青青，我都赢不了我。小仙女，你回来了。想死我了。嘿，这是给你的。谢谢。你不会又要向我求婚吧？我没有，你别误会。怎么的？怕再次被我拒绝啊？也没有。反正我都被你拒绝习惯了。我想清楚了，可能是我太心急了，你都没准备好，我却一直在给你压力。我知道结婚是一个女人要把她的全部都托付给另外一个与她并不相干的人是件大事，应该要深思熟虑。我会一直等你的，直到你准备好。你可不能现在答应我啊！怎么能一束玫瑰花就能求婚呢？怎么着也得策划的非常隆重才行。忍住。你放心好了，我忍得住。我知道，铜墙铁壁压铜锣。兄弟，快睁开眼看看，这是我女朋友，就我一直跟你提的那个，怎么样，漂不漂亮，羡不羡慕？幼不幼稚？我答应康州要带你来看她。小妹儿，我要去追逐我们的梦想，不能经常来看你，我就把你拜托给江月了。真希望你能够醒过来，
就可以亲眼看这个收服的女人了。阿姨，哎，佳欣，你们来了。哎，这是我女朋友赵江月。阿姨好。你好呀。哎呀，还是佳欣有眼光，般配。阿姨，康哲最近怎么样啊？自从你上次走了以后啊，医生说康哲现在有苏醒的迹象，只不过呢，可能还需要时间。我们都相信他一定会醒过来。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都还惦记着他。阿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奇迹，我已经遇到我的奇迹了，我相信康哲也一定会遇到的。我想你的。我也是，记得跟我视频。你照顾好自己啊。嗯，注意身体。跟我说啊。行业年度颁奖盛典即将开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凌客科技 LoveNote 团队负责人赵江月小姐以及她的同事。请合影留念。赵小姐，这边这边。赵小姐，那我们现在看到向我们走来的是网红钱晶晶小姐以及她的爱人张浩先生。这边，他这边。赵小姐，这边。向我们走来的是财富投资负责人许宁远先生。许先生，看这边。凌客科技的董事长金燕女士以及顾扎欣先生正在向我们款款走来。金总，看这边。这边，这边。金总，看这边。怎么样，准备好了吗？突然有点紧张。怎么会啊，这种小场面我们赵总怎么会紧张呢？不是颁奖的事儿。那是什么事儿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呀、啊、让我们再次恭喜力凡科技获得年度最佳营销创意奖。下面我们要颁出今天最大的奖项，年度最佳
APP 奖。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颁奖嘉宾财富投资人许宁远先生上台颁奖。首先非常感谢大会能让我来颁这个奖。年度最佳 APP 大奖，得主是Love Not， 恋恋不已。Love Not 带有创新精神的恋爱软件，将传统线下恋爱社交转移到了线上，以真心是爱情的唯一通路为核心，为年轻人架起了一个结束单身邂逅恋情的真爱平台。有请 Love Not 负责人赵江月为大家致获奖。谢谢。大家好，我是林科科技的赵江月，谢谢大家给予 Love Note 这样的肯定。感谢林科科技的董事长金燕女士，代言人钱晶晶小姐，以及一直以来跟我一起奋战在一线的同事们，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 Love Note。 除此之外，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因为这个人让我学会了勇敢。我曾经是一个与爱情绝缘的爱无能患者，是他改变了我，让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爱一个人，也终于收获了一份毫无保留的真心。他让我明白，我们学不会恋爱，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真爱。今天这个奖有一半属于他。顾嘉欣，我准备好了，你愿意娶我吗？你知道仙人掌的另一个话语吗？是将爱情进行到底。顾嘉欣，我准备好了，你愿意娶我吗？很多人误以为心跳的感觉就是心动的感觉。赵江月，我喜欢你。顾嘉欣，我准备好了，你愿意娶我吗？我要留在我心爱的人身边，为了你我怎么都行。你可以哭一场，至少我的肩膀可以顶靠。顾嘉欣，我准备好了，你愿意娶我吗？顾嘉欣，我准备好了，你愿意娶我吗？我花了很久的时间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好了？
这个答案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今天我有一句话想当着大家的面问他，顾嘉欣，你愿意娶我吗？愿意，我愿意。你戴戒指，你们谁有戒指？我戴了，我戴了，戴了，戴了。谁说我没有戴戒指的？我一直都很喜欢你，非常非常喜欢。我没跟你说是因为我一直在克制，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在遇到你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可以为了他宁愿放弃全世界，都要陪在他身边，好好的守护他。你的一切，我想一辈子来守护。我请客，您买单。行。秦恒太甜了，我可能对你成真了，简直比我自己谈恋爱还要激动。那咱们的 CP 呢？多远做的？走吧，今天你坐后面。我坐后面，我坐后面怎么骑？我骑呀、啊。你骑呀、啊嗯？你奇怪。哈哈。嘿，看看。是我。是我，从哪弄的？我考的呀。没收。你也有指挥性工作啊？抢一个。走吧。这个没用，太危险。不危险，你试试嘛，我很稳的啊、嗯、可好了。好了，来喽。对对，哎呀，腿真长。还行。
也许这世界上没有不会恋爱的女人，只有还没被点燃的心。无论什么年纪，什么心情，只要有爱的愿望，就会有爱的能力。幸福的秘密没那么难懂，你今天准备好幸福了吗？我们每天都在追求爱人，也在渴望被爱，但你有没有思考过，爱情的本质是什么？是因为对方的外貌品格在一起，还是因为地位名声选择了他呢？其实我一开始也容易混淆，直到我遇见嘉欣。结婚是一个女人要把她的全部都托付给另外一个与她并不相干的人，我一直等你呢。欣赏一个人是看见他发光的地方，但爱一个人是接纳他本来的面目。他让我明白，我们学不会恋爱，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遇到真爱。珍惜他当下的模样，感同身受，待他永远如待己。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和你的未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奇迹，我已经遇到我的奇迹了。你会乐意让自己开心快乐，更想让他也开心快乐。从哪儿弄的？我考的呀。爱情的本质是姿态平等，不争输赢，和他在一起是脱去面具，笑得开怀。宝贝们，如果你的爱人在身边，请抓紧他，因为拥有他，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幸运和爱。别忘了，真心才是通往爱情的唯一通路。我是赵江月，我终于学会了什么是恋爱。